啊，有金汤匙。你掉的是这个25公斤的哑铃吗？不是，你掉的是这一根负重300公斤都不会弯的一厘口专业健力杠吗？也不是哦。那你到底掉的是什么？杠片、壶铃，还是药球？等一下，掉的东西都没有那么重哦。早说嘛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掉的该不会是这个 high protein 的金汤匙吧？没错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我掉的金汤匙。很好，我们女生都特别喜欢诚实的人。等一下，该不会只会把刚刚那些都送我吧？女生，我不用其他东西，我只要我的金汤匙就好。哦，是吗？你确定？有没有想说可以摆回那些重的要死的东西？好吧，但我们神界呢，还是必须奖励诚实的人，就给你只有我们神界才有的东西吧。这是因为金汤匙而意外得到神仙补给品的盖伊，训练效果越来越好，终于达到了心目中的理想体态。10月23到10月25 ，MyProtein 台湾黄金周上半年最强优惠，最低品量四折起。输入盖我的折扣码 MYPGY， 还有额外的加码优惠哦。10月23号晚上9点准时开跑，大家不妨就在看完影片的时候上 MyProtein 的官网选购一波喽。Hello， 我是盖伊。你们知道社会上有一群人，他们每天都在训练自己的上肢的力量，胸肌、前臂、二三头。北极，你在说那种没练腿的？对，那不就是我们在练腿吗？我现在你们不就是这样？我在练腿，我是因为我前阵子受伤嘛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肢强者蚁人 Leo。蚁人 Leo， 哇，他不让轮椅阻挡他的人生，虽然身体不方便，还是会勇于去挑战各种不同的运动，而且带着这种非常正向的心态面对他的人生。其实呢，就是鼓励了很多轮椅族或是身障人士。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健身人来说，也是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。他的精神真的很值得敬佩。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肯去做，就有机会成功。真的，这个世界上能够可以阻挡你的，就只有你自己。你们两个怎么今天突然变得这么励志？突然变得这么励志？你知道他们平常不会讲这种话。那我知道你也是玩了很多运动，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来挑战什么运动吗？挑战什么运动？我们今天要来跟蚁人尬掐，轻轻松松虐你们吧。真的吗？总之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 Leo 就是比赛。轮椅没问题，轮椅的这个直线加速，这个全长大概70公尺。等一下，我们三位会先进行个人赛，好，我们会秒速最短的那一位跟你玩，然后跟你 PK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就请你先在旁边看一下我们，那我们个人赛先出发。在比赛开始前，想要偷偷问一下 Leo， 就是像推这个轮椅有没有什么诀窍？你要运用到你的核心肌群，它会让你推得更快，就是有点重心转，往前推的时候要往前，身体要往前，对，然后你再起来，然后再往前推，重心顺着往前，所以我们上身其实就是一直前上前上前，做起来有点怪，会吗？那想问一下，今天看好我们三位哪一位？你觉得应该会是今天秒速最短？我觉得。我觉得你感觉比较有运动的天赋，他们看起来比较逊。那如果我等一下输了怎么办？好像输了会有两个人很受伤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你看错了，你一个是我。
盖伊选手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预备开始。一起要跌倒吗？秒数29秒41 ，Yes。怎样？我刚刚这个表现可圈可点，对不对？比我想的快很多，是吗？虽然中间有卡了一下，但是整体来讲还蛮快的。为什么我会一直有偏左的问题？那可能是左边训练不够，左边训练不够，右手太壮了。对。来，我帮你各就各位。哪那么远？哎、欸，真的？这边呢？那么多？我们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手各就各位，药师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，开始。干嘛过来？哎，我听很多哎。哇、啊！看到车神了没有？他完全用蛮力，他就是蛮力、哦，因为他没有技巧性，我身体不摆动，对，就是一直干，让你失望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是，没有。但我们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。你觉得我很拙吗？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垫底哎。我看药师刚那个表现，不是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好凶，好凶！我准备好了，观众各位，预备，开始！我靠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速度跟我，哎，能比？前面启动的前面，这速度跟我有的，哎，跟我有的，哎，没有感觉。不是，刚才卡手卡到。哇！波波，32.36。我这么久，我怎么感觉我很快？没有你前面那撑超慢。你前面超慢。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哎，有得比耶。对。我们问一下 Leo 嘛，药师是不是整个直线，然后他跟我都是扭来扭去的。对对。我刚刚看完波波跟药师的操作，有点想法。对，上次一次又输过怎么办？如果推回，推回三剑客啊，赌这么大。对。他如果我赢了呢？你赢了，归你鼓掌啊！你跟他一样，你也是赢的啊！你要上诉的，上诉的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拼了，拼了，要跟他拼了。他讲不出话，他觉得这个赌注太大了。来喽，准备好了。大概知道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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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。Hey man, how the hell you doing? 好，好，好。不可能！哎，嘘，后面快起来了。对，刚好顺风了，刚好风有在吹。
受到压力了，嗯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加速超快的，那、啊、我刚加速，你知道怎样吗？不小心翘狗嘞，我吓一跳，我吓一跳、欸，哎。那我最近有一个 learning 的小技巧，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尝试看看？哦。就是说你要出题让我们挑战吗？嗯，因为这个对于轮椅族来讲非常需要学习，因为很多坎子，就是亚国练而已。对，亚国练，亚亚啊？这是基本款，这是轮椅族必学必修，是吧？必修必修。好，各位，你要不要试？今天要被当了，各位。那这个诀窍是什么？就是重心稍微往后，然后手往前推。他怎么这样就起来？重心稍微往后，手往前。有，你有抓到一点点起来感觉，然后来喽。要不然你可以往，哦，好像有抓到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就是会前倾哦。哎，救回来了！哇！诀窍是你不能放弃操作，你残血的时候，你残血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想着逃命，不能放弃操作。你可以先往后再往前。哎哎哎，你要推多一点啊，你先推多一点再跌下去。你要干嘛？哎呦，这个重心。撸，撸，好玩的，好恐怖！哎，这是轮椅族必修课，哎，所以跟倒立很像，就是这个。但我问一下，是在练习过程一定会摔过，一定会摔，一定会摔嘛？怎么可能？对。哎呦，哎，别跑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我要跳过来，有点东西，你看到前面有没有？我要跳过来一边走。好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你试一下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好像有点料。哎呦，哎呦，推太多了。试下，试下，三四。当为师者。差一点点了，快成功了。对啊，但我觉得引导前还卡在那里。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，我还可以往前。不是这个，主要是我比较不怕而已。我们要翘180度啊！来来来，恭喜！就这样而已吗？今天就是非常感谢蚁人 Leo， 就带我们体验了轮椅的操作，然后也跟我们进行了轮椅的一个加速直线赛车的一个进。很可怕，很惊。那想认识蚁人多一点的，他的频道大家可以搜寻蚁人。嗯，对，里面有很多就是蚁人呢、啊，他去挑战很多运动项目以及生活类型，还去泡温泉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看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想看我们三剑客挑战任何各种不同的项目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剑盖一，蚁人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